my god, what is happening? 周六有什么好玩的？I was never the one to write up a song for just anyone. 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 in long conversations. Oh, 'cause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things will unfold if you keep on waiting.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and proved me all wrong. I was so mistaken.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Aloha， 大家早上好，我去收拾一下自己，拜拜。噔噔，我已经收拾好了，化好了妆，换好了衣服，里面还是穿了一个泳衣。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啦。这里在干什么啊？今天是什么游行啊 ？Oh my god， what is happening？ 周六就这么好玩的吗？啊，哇，他们还有骑马的，你看你的 VIP 观赏席怎么样？没有，你那边才是 VIP 观赏席，我这边只能看个小景。Hello， 哇，怎么这么长啊？这我也想骑马。你要去侏罗纪公园可以骑马吗？哦，这是皇后。你喜欢她的 shirt 吗？喜欢。看不太清。哎，这是什么 ？King 卡梅克卡梅哈梅哈。卡梅哈梅哈。Celebration。OK。哈梅哈梅哈，就是哈梅哈梅哈龟派气功。我查了一下，原来龙珠里面的龟派气功卡梅哈梅哈就是根据夏威夷国王的名字起的。脸挺好的，是不是？神奇，居然被我们碰到了。我又来买 Island Vintage Coffee 的，喵喵。这一家是在一个 mall 里面。这个盒子味道不一样哎，里面有coconut 的东西。跟上次在那边点的不太一样，明明都叫 Island Latte， 为什么喝着不一样？有小金鱼，有桃子，有西瓜，还有一个可能是芒果。酷，这桃子超贵的。我想要这个小金鱼。那就问他买不买？我还想要他50给他搬走了。铜锣烧，这个好漂亮呀。这盒像小鱼缸一样。对呀、啊，好漂亮。小兔兔。小兔兔。那边有那个圈圈蛋糕，这个边可以一个一个买。对啊，但我买的这个不是方便带吗？哦，对，但是还便宜，这大方盒一盒两个50。为什么那么贵啊？因为里面有一份烤子。那也不该这么贵吧？这边呢？小兔子。小兔子好可爱。那我就刚我就有点想买小兔子。年轮蛋糕。再买小兔子。算了吧，不咋好吃吧，感觉。我们来试试看这一家拉面。我的拉面里面还有这么多 cheese， 让我尝一尝。蛮好吃，里面的蒜味好浓。我们点了一杯 Pina Colada 口味的油米酸奶，我在纽约没有喝过的口味。我们现在开去植物园，大概半个小时，现在还剩16分钟。看路上的风景。这山好高，好陡哦！这就是植物园的大门了。不让拍照。不管。No camera or mobile phone photography on or in a road。但这条路真的很漂亮。可以拍，但不能下去拍一次吗？呀、yeah ，这个植物园好像是。一条路通到头，然后是条死路，哎，掉头回来的。上去一个观景台看看，应该可以看到 Waikiki 檀香山的全貌。这里边是关恐龙的，你知道吗？这个夏威夷的含羞草是不是反应迟钝了一点？因为没什么人摸它，就是。我以为搓搓它，哇，全收起来。这是它的叶子吧？
你真的有了。哎，这里怎么有个相机啊？I was never the one to write up a song for just anyone. 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 in long conversations. Oh, 'cause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things will unfold if you keep on waiting.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and proved me all wrong. I was so mistaken.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Yeah, you're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 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Dragon's Blood Tree, 龙血树。哇，他在求偶。丑剧了，但是我下不来怎么办？我把你扛下来。纪录片的摄影师，猕猴桃、洋葱花、恶魔果实、红毛丹、恐龙尾巴草、杯狗花，以上都是我乱说的，一个智障。Hello， 在路边干嘛呢？我们来这个观景台看一下，这边的风好大，而且是冷冷的风，好凉快。战地记者桶上线，看这个风有多大，我都不敢给你们听我录出来的风声，我都怕你们的耳机爆炸。看我那个话筒都在晃晃晃晃晃，给你们小听一下。这个风大到我拿相机的手一直在晃，录出来的画面都好抖。但是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好，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看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店今天排了这么多人，我们准备去吃梅林猪排饭。来磨一磨芝麻。人肉搅拌机，滋！我点的黑猪肉的猪排。这个酱酸酸的，比较解腻。给我的沙拉撒点酱。吃完梅林好腻呀、啊，现在就该来一个水果索贝778。就在这里，这家 homemade 的索贝超好吃 ，lychee sorbet，pineapple，coconut，guava，mango， 点了一个桃子口味的，还有一份 papaya。Let's go。啊，原来它是黄桃口味的，也行吧。它这木瓜切的好大块，这个太软了。熟度刚刚好。这家的木瓜真的好好吃哦。